那你是4年前买的吗？对对对，哦对对对，现在40几了，现在40几了。我住在那个万国的万大道，万大道，中正路上。但是我是买是预售全新的，然后我是住总裁建设的景上总裁计划。张总子，是吧？你又看看了？我没有去看，我有在附近玩，我有去租一款摩托车，然后想要再装潢一下。你知道我买多少吗？他开58吗？不贵。对啊。是啊。可是要动30几万了呀。现在动30几万。确实不错啊。现在大概51吧，540平的。不会杀价，我那个金库还有钱呢，叫你公司的。对啊，最高点，我是30年前买的，买的高点的，华富建设的。他当时叫开39，买28，对啊，他炒到40多。对啊，对啊，是那个朋友的。万如果出的房客啊，一个月出2万5。对啊。我问的新房子有缺点就是要自己装潢一下。我买那个人家装潢好。是的，说那个预计价在哪？对对对，现在是自住房了。我就是弄冷气的，差一点就不要弄这个。然后他帮我弄一下，住办公室的，不要开冷气。不要冷气呀，对，他直接做饭，做家的，蒸。对，对，就是说很单纯。老板是大陆人，是台湾的猎人头，老人才，就是他们仓库啊，对啊。这家要复杂一点啊，复杂应该肯定比较多啊。你们刚是为什么？那是为了竞价，对吧？因为大家
都会跳，就是我从那个类似就出了省会区这样的话，就是会跟大家出多少，出了省会啊，差点出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们有太多地方带很麻烦了。介绍一下。我会一直没搞清楚。